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啊。再有一点点。我们下面讲第三个问题，精神上学的目的。也就是说，精神现象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说它是哲学体系的导言，那它又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导言？我想谈一谈。前面所讲到的，就是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看作它整个哲学的体系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相当于导言的意思了，啊，相当于它体系的导言了。它的最直接的任务呢，就是要引出逻辑学。比如说精神现象学它最后的环节绝对知识，绝对知识就是逻辑学，逻辑学就是从绝对知识开始，然后把所有的日常的经验知识全部扬弃了以后，全部抛到后面去以后，从绝对知识开始，在逻辑学里面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小逻辑里面一个很长的一个导言，就是逻辑学以什么开始，逻辑学要以什么开始，里面谈到精神现象学，比如说有这样的话，他说在我的精神现象学一书里，我是采取这样的进程，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逐点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程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科学的必然性。括弧，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把它当作哲学体系，当作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这一段话明确的说出来了，其实这个哲学科学也就是逻辑学它的前提就是精神现象学，虽然它没有再把精神现象学当作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但它实际上还是承认它的逻辑学是以精神现象学为前提的，作为第一部分的，他在这里并没有否认，在哲学百科全书里面他并没有否认这个精神现象学还是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但是他已经不把它作为第一部分列入到他的百科全书里面去。那么他所采取的进程是这样的，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这是从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逐点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它是这样一个历程，那么它的作为第一部分它就是一个导言，它的作用就在这里，就是要达到哲学科学，达到逻辑学，从最简单的精神现象从直接意识开始来达到逻辑学，来导出逻辑学，逻辑学是真正的整个体系的第一部分，但这个第一部分呢要有个导言，从什么东西导出来呢，必须要从最初的最简单的精神现象或者直接意识开始，按照这种解释，精神现象学就相当于一种哲学体系的入门，一种预热，一种事先的一种安排，它本身还不是哲学，因为他没有进入到哲学，他没有进入到哲学体系，他只是一种为了将读者引导入门的一种教学法的手段，从教学法的角度，你直接把你的体系端出来，人家入不了门，那么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了，而这个台阶他还没有入门，他是引导你入门的一种教学法的手段，如果这样的理解的话呢，那么精神现象学呢，就是仅仅是一种为了引导普通人进入了哲学的门槛的，一种引入门的手段，引进门的手段，这个是有的研究者呢有这种解释，精神现象学就起这个作用，它就是引进门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它考虑的是什么？是教学效果嘛？教学法它考虑的是教学效果，引入门。怎么样才能引入门，他考虑的是教学效果，那么既然考虑教学效果，他本来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有其他选择，就是不一定要以精神现象学作为他的入门的向导，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从美学你可以进去啊，
有的研究者就是说，读黑格尔哲学最好是从黑格尔的美学入手，因为美学比较容易嘛。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艺术品可以作为例证，举出很多例子来。我们还可以打 PPT， 这个直观的，教给大家什么是哲学，从美学入手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从自然科学开始也可以啊。从自然科学，牛顿物理学，当时牛顿物理学最后他不是推出了上帝的第一推动吗？从这个物理学入手，从自然知识入手也可以作为哲学的入门啊。那更加显得科学化啊。每一个经过启蒙运动以后，每一个知识人，每一个有点知识人都懂得物理学，都受过牛顿的教导。或者从宗教信仰开始也可以啊，从宗教学开始也可以。黑格尔不是也有宗教学吗？每个人都有信仰，那么我们分析还是信仰，这不是最直接的吗？直接的信仰，甚至于从激动人心，最激动人心的欲望冲动开始都可以的啊。这个非理性主义者从欲望开始，从意志开始啊，从情感开始都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从精神现象学开始入门呢？你要讲通俗的话，那精神现象学可能是最不通俗的其他都比精神现象学要通俗，所以这里就有点解释不太清楚你要说精神现象学仅仅是作为一种教学法的入门，那么这个教学法的入门的手段还可以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以精神现象学作为选择？但是黑格尔就是选择了要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和直接知识、直接意识开始，他就选择了这点，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所以你要讲它是一种教学法的选择，这个是不太能够说得通的不太能说得通的。最初的最简单的精神现象固然它是一种最直接的意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直接意识到并且自然就能够认可的最直接的这个最直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每个人直接可以认可的，相反它经常是要通过繁琐的证明才得以确立起来的。比如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是最直接的它是一种理智直观的知识，它没有证明的，每个人只要有意识他就可以意识到我思，我的一切思维里面都有一个我思。但是笛卡尔通过什么方式才达到这个我思呢？他通过了漫长的论证，比如说首先怀疑一切这个也可以怀疑，那个也怀疑，把所有的怀疑都怀疑了以后，最后才推出了这样一个最直接的意识。可见笛卡尔的我思并非真正最直接的，而经过了间接的中介才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即使他建立起来了也很多人不同意笛卡尔经验派就不同意笛卡尔休谟他认为这最直接的就是印象，但是他要论证他这个最直接的是印象，他还得做很多论证的他还得把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排除了以后而且呢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休谟，所以这个最直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应该作为前提，他作为前提有没有遇到反驳，这些东西他难道能够不考虑吗？黑格尔当然比笛卡尔更老练，他把笛卡尔的怀疑也纳入进来了，不光是从直接的我思出发费希特是从直接的我思出发，但是黑格尔呢，他知道笛卡尔的我思前面还有怀疑，那么从怀疑出发从怀疑出发行不行？比如说感性确定性这个黑格尔实际上是从感性确定性出发的，但是从感性确定性出发是为了对感性确定性进行怀疑，这个是笛卡尔的思路我们看感性确定性我们就想到笛卡尔，笛卡尔就是说普通人最不可怀疑的就是感性确定性，我就偏要对它加以怀疑最直接的，我现在躺在床上我现在这个我有一个身体等等这是不是最直接的不可怀疑的呢？
地下室，这也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我昨天晚上做梦，我起来了，我到屋子里走来走去，但是我醒来以后发现躺在床上。那么到底是我做梦的时候是真实的，还是我醒来以后是真实的？这有点像庄周梦为蝴蝶啊，到底是蝴蝶梦为庄周，还是庄周梦为蝴蝶啊？怀疑到这个地步，就是一切感性都没有什么确定性。那么这个笛卡尔呢，这个黑格尔呢，也走到这一步，就是把这种感性确定性的怀疑啊，都纳入进了他的这种直接的、最直接的一种意识啊，纳入到最直接的意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这种怀疑纳入进来？他后面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目的啊，黑格尔经验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绝对必然的把最后的那个客观真理逻辑学把它引导出来，否则的话你怀疑，那就像庄周一样怀疑了，那就什么都不要想了啊。庄子就是这样啊，既然什么东西都不确定，那什么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要这个追求知识了啊，那就让他听之任之就够了啊。但是笛卡尔呢，他比庄子的态度要积极，他的怀疑不是为怀疑而怀疑，他是要推出我思。那么黑格尔的这种怀疑呢，这种感性确定性啊，建立起来又把推翻掉，又建立起知觉，又把推翻掉，又建立起知性，又把它超越掉，等等，所有这一切这样一个怀疑的历程，最后有个目的，就是要把真正的真理的确定性把它确立起来，他的目的在这里。经验学的目的最后是要确立绝对知识，不再怀疑了啊，绝对知识就是不再怀疑的，其他的知识都是可以怀疑的，都是一路怀疑过来的，怀疑到最后引出了逻辑学。所以逻辑学是经验学的隐秘的目标啊，因为有这个隐秘的目标，才需要首先从最直接的意识出发，然后呢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逐点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这是黑格尔的原话啊，逐点发展，逐步逐步的发展，按照次序，按照等级，一步步来，最后以达到哲学观点，也就是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啊，有层次，有结构的，有必然性的这样一个逻辑体系，这是他的目的啊，这就是他的经验学的目的。那么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经验学不仅仅是黑格尔的一种教学法的权宜之计啊，这个引进门的一种权宜之计啊，这个佛教里面也有，有些话是师父引进门的一种权宜之计，你不要完全相信啊，进了门以后你就知道那些话都是一些废话啊，但是在当时呢不得已没办法，因为要引进门嘛，所以不得不用一用，那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啊。经验学不仅仅是这样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呢它本身成了一种哲学，它本身就是哲学啊，当然它还不是逻辑学，但它已经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绝对知识的科学，它不是逻辑学，但是它是关于逻辑学的形成的一种哲学啊。逻辑学是正式的哲学，但是经验学也是哲学，因为它是关于哲学是如何形成起来的，它不是引导外行进入到哲学的门的一个外在的教学法的手段，而是绝对知识本身的一部形成史啊，绝对知识怎么形成起来的，那它就已经是哲学了啊。那么这种意思在经验学的每一个半路上面都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它是隐藏的目的，只有从整个现象学的历程和方法上面才看得出来啊！你经过了，你从感性确定性开始，你经过了各个阶段各个历程啊，那么你从里面悟出了一点方法，它每一步进展是如何进展的，你要关注的是如何，是方法，那么你关注了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这就是绝对知识在里面起作用了啊。现学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意识的这样一种逐点发展
啊，逐渐发展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按部就班的这种发展，把它所依据的方法展示出来。啊，经济现象学的这个重点真正的目的是在这里，要把它的在这种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纠正错误不断超越自身这样的过程中把它的方法展示出来，而这种方法其实已经是逻辑学，逻辑学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啊，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学。现象学的目的并不在过程的结尾，更不在彼岸。啊，现象学最后一章是绝对知识。啊，我们就说经济现象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绝对知识里面达到了，但其实不是。啊，它的目的并不在过程的结尾，并不是最后才达到了它的目的，更不在彼岸，而是一开始就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之中。它的目的一开始就在实现，一步步的实现。整个现象学都是这样一个目的的自我实现过程。啊，就是哲学啊逻辑学它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这就是经济现象学的目的。这个目的一开始就有，并且一开始就在实现，但是还没有完成。啊，到最后的绝对知识就完成了。啊，但绝对知识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它就是对前面整个历史进程的一种概括。所以我们在读经济现象学的时候会发现，黑格尔自己也经常会提醒和暗示，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展示着逻辑学中的某一个范畴。比如说感性确定性啊，它后面展示的是存在，存在是一个范畴啊，存在和有限的存在，定在大在啊，大在海德格尔那里被翻译成此在啊，此在也是一个范畴。感性确定性里面就是在搞这些范畴，在展示这些范畴，但是没有明说，因为它是意识的经验科学，它不是逻辑学，但是它展示着逻辑学中的某一个范畴。现象学的进程背后是由逻辑范畴及其辩证关系所操纵的啊，但是这并不是黑格尔的脚迹，而是理性的脚迹。黑格尔经常谈到理性的脚迹啊，所有理性的脚迹是，这不是我在玩什么花招，这是理性本身在玩花招啊。我本人黑格尔也受理性的脚迹的支配啊，也受这种脚迹的这个操纵，它是客观事情本身的脚迹。所以我们经常要把经济现象学和逻辑学对照着来读啊。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上面呢，我们可以去经常去翻一翻逻辑学在这个阶段上面它是怎么讲的啊，有一种对照的对应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可过分的关注那些具体的环节背后到底暗示着什么具体的事实啊，这个地方在批判费希特，那个地方在批判康德，某个地方在讲的斯多格派等等，那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实。我们很多人呢把主要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些事实上面，其实呢啊，这个有些偏离了。我们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些环节的过渡和转化之上啊，从一个环节过渡到另外一个环节啊，它的这种必然性，它这种转化的契机，它这种理性的脚迹怎么玩的，也就是要有一种逻辑学的眼光。我们读经济现象学要有一种逻辑的眼光。当然实际上黑格尔的经济现象学已经包含他整个哲学体系的雏形啊，很多人这样讲啊，他的这个诞生地和秘密就把它解释为啊，经济现象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雏形，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错。也可以说经济现象学已经无所不包了，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经济现象学里面已经讲过的，它涵盖了当时人类几乎一切知识。所以我们要读经济现象学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是必须的啊，特别是关于西方文化知识、西方历史的知识，包括宗教、包括文学艺术、包括政治法律、包括哲学史等等，都要有所了解，因为缺少这个基础读起来你会非常的困难。当然你读的时候临时去补课也可以，那就是恶补了。
啊，你不了解，那你就得早点出来看看，早点参照出来看一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种铺垫，啊，我们不能说哦，我找到了黑格尔这句话就是针对着基督教的某个说法，就完了，啊，那还不行，啊，你找到对应物，你还必须通过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来进入更深层次的逻辑思考，啊，他怎么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讲？啊，这些东西你要去搞清楚。这是啊，阅读精神现象学的这个啊，要了解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实际上通往逻辑学，啊，是要通往逻辑学的。最后我们讲一下阅读精神现象学的态度。精神现象学之所以难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通常摆脱不了读其他的作品的时候那种习惯，啊，其他的哲学著作，我们有种习惯，什么习惯？就是总是不由自主的把书中所写的看作就是作者自己所持的一种固定的观点。当然，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否则你写书干啥？你写出来就是表明你的观点，你写书里面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啊，我们正常看书都是这样的。那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写出的那些观点，难道不就是他的一些观点吗？啊，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看，啊，我们在读精神现象学的时候，跟读其他作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在于，啊，我们对于精神现象学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当真，这是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这样的，啊，我们读所有的这些著作，没有一部作品像精神现象学这样。每一句话你都不能当真，啊，你都不能当真的。吴宁说，黑格尔意图就是要激起读者对于书中所出现的每一个环节都抱怀疑的态度，啊，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由此形成一条怀疑之路，啊，这是黑格尔自己讲的，精神现象学是一条怀疑之路，怀疑，虽然很多地方他都在讲真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达到真理了，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真理的王国了，啊，这个是就是啊有确定性的等等，你都不要相信，啊，你都要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啊，你要孤妄听之。但这种怀疑跟通常所谓怀疑又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不是站在一边指手画脚，或者呢心怀恐惧。啊，拒绝加入，而是呢要求你勇敢地投身于其中，以身试法，啊，有一种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这是黑格尔在这个导言里面讲到，就是要勇于牺牲，啊，要勇于牺牲，牺牲当然不是牺牲你的肉体，是牺牲你的思想，牺牲你的观点，你建立起一个观点，但是你要勇于牺牲你这个观点，啊，要投身于其中。牺牲的观点不是为了放弃你的观点，而是为了投身于其中。你就在其中，你失败了，但是你成功了，啊，你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才成功了。因为你通过失败，你往前迈出了一步，你超越了原来的观点，啊，你超越了原来的观点。啊，所以这是很不同的，当然跟另外一种怀疑的观点更不同，就像庄子那样的观点，庄子那样的观点是无所作为的怀疑，啊，西方的这个怀疑论呢，它有一种冒险精神，啊，我们看到古希腊的这个怀疑论，啊，古希腊的皮浪，啊，皮浪的怀疑论，它就有一种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冒险精神，他怀疑一切，理性也好，感性也好，他一概不相信，一概不相信怎么办呢？他不是说就啊坐忘了啊就什么也不干了啊，反正一切都不值得信赖，那我就什么都不干了，不是的，他要去尝试，他试一试，看看我的怀疑是不是真的。那怎么尝试呢？啊，他就把头对着墙壁撞过去，看能不能把我撞死，啊，那没有撞成，别人把他拉住了，他又跑到大街上去，站在车道上面，远处这个马车飞驰而来，他看看这个马车能不能把我压死，又被他的同伴拉走了。
啊，他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以身试法的这个冒险精神啊，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我死了不足惜，但是我证明了这个马车是能压死人的，这一点这个我的怀疑就被解除了嘛。那所以他的怀疑是为了不怀疑。啊，笛卡尔的怀疑其实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啊，我都怀疑一切，最后我是为了得到一个绝对知识嘛，得到我师嘛。这是这个这样一种怀疑的精神呢，在黑格尔的精神学里面是非常突出的，非常突出的。啊，就是说他不是站在一边啊，单纯是评价。啊，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呢勇敢地投身于其中。所以我们读精神现象学的正确的态度呢，应该是这样的，啊，也就是黑格尔所希望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孤妄信之，啊，孤妄言之，孤妄听之，你还是不信了，我们通常讲孤妄听之，但是你心里是有怀疑的，但是黑格尔要求你孤妄信之。你先把你这个怀疑去掉，你相信他，孤妄心智啊，既然是孤妄心智，所以还是有怀疑啊。你让自己去相信他，但是你在让自己相信的时候呢，是孤妄，姑且让自己相信他，我姑且相信你吧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了啊，我姑且相信你，我就把你说的是真的那样去处理啊。当然心里面还是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万一要这个信错了人怎么办呢，啊，万一相信你结果你不值得相信怎么办呢，啊，所以还有退路，就是在信和不信之间啊，要抱一种这个啊有意识的自欺这样的态度。然后我经常讲所谓自我意识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啊，就孤妄信之的态度。你完全不相信那不行，那你什么事情做不成，你完全怀疑，像庄子那种怀疑那就不用做了啊。但是怀疑里面有相信，怀疑是一种相信的态度，我相信总有些什么东西是真的啊。皮浪的那种啊现身精神它就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我相信总有些什么东西是不可怀疑的，所以我要尝试我的怀疑，这个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信仰啊。怀疑主义跟信仰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是两极相通的，最高的怀疑其实是最高的信仰啊，其实最高的信仰是追求最终极的知识，最终极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自杀嘛啊。这个加缪讲了啊，最终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的问题，那么皮浪就是自杀啊，自杀不成啊。斯多格派有很多是自杀的啊，希望人通过自杀来检验最终的真理，终极的真理啊，检验最终极的真理，以身试法啊。但在自杀之前，在没有死之前你还活着，那么你是生活在一种有意识的自欺的过程中，自欺就是使自己相信啊，强迫自己相信，但这种相信呢是一种有意识的，我知道这是自欺，但是呢我必须相信啊，我必须要相信，我不相信我一事无成，我什么也做不成，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信念，都要有一定的信仰啊，我要相信他能做成我才能做成，但是我又知道我的这种信念是有限的啊，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的信仰很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现在需要一种信仰，所以我就去相信他。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有意识的自欺的态度，你就会觉得黑格尔这个人真的会折腾人，他好不容易给人建立起来某种信心，但随之就摧毁了这种信心啊。很多人听这个啊，这个黑格尔的讲演当时就有这种反应啊，黑格尔一个一个把所有的人都摧毁了，把所有的观点都摧毁了，所以学生们就起哄起来了，你讲了这么多一个都不对，那你讲什么是对的，黑格尔说所有这些都是对的啊，对对不对不在于某个观点，而在于你把所有这些都
建立起来又摧毁了，这个过程本身是对的，这就是绝对知识啊！绝对知识是一条怀疑之路，他一路都在怀疑，但是他毕竟有一条路，这个路是对的啊，这个路就是对的。所以黑格尔把人经常的抛在一种无助的状态之中啊，一种完全丧失信仰的状态之中啊，这个是这个不能怪黑格尔，只能怪你自己啊，这说明你的创造力贫乏啊，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信心，一旦被摧毁你就无所适从了，这说明你创造力贫乏，你的想象力啊受限制，你的胸襟不够开阔，你要一种开阔的胸襟，你要能够容得下犯错误啊，容得下包括自己犯错误啊，你自己犯错误没关系啊，你不要满足于某些具体的命题和概念，你要给未来的可能性留下足够的空间啊，所以我们相信某一个观点都不要迷信啊，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不要迷信啊，不要以为只有这个才是我的唯一的标准，然后我就用它来衡量一切，很可能你那个标准是错的啊，很可能是错的。所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呢，它是一种训练啊，我经常把它理解为一种训练，它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反复的打磨和激发啊，反复的折腾啊，黑格尔很会折腾，他总是把人们信以为真的那些东西啊，讲出他的道理来，然后又摧毁掉啊，让你信以为真，然后呢又把你的信心加以打击，这种打击实际上是一种激发，他鼓励读者对每一个命题产生怀疑，但这种怀疑不会让你无所作为，而是鼓舞起你的创造力去突破旧的命题啊，去建立新的命题，也就是他为你的创造力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一般来说，创造既然是创造，就不可能有指导。我们通常理解创造就是没有指导啊，无师自通，你自己突然想出来的，这叫创新能力啊。我创新啊，我脑筋急转弯，别人没有想到的，我一下想到了啊，我比别人来得快，这就是创新。其实不是的啊，创新也要有指导。黑格尔现象学就是一种指导，这种指导呢是一种点拨，这种指导不是说教你手把手的怎么做，它是点拨啊，看你有没有悟性，它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精神洁身术啊，创造力每个人都有，只是没有激发出来啊。苏格拉底在对谈的时候，他的所谓精神洁身术就是通过某种点拨，苏格拉底不断提问嘛，他不把答案直接说出来的，即算有他也不说出来，何况他经常没有，苏格拉底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他会点拨，他会提问啊。我们经常讲啊，提出一个问题比解答一个问题更难啊，你能提出一个问题这很了不起的啊，你不要说这个人只会提问题，他能提问题就是了不起的，他能够把问题提到点子上，这就已经了不起了。当然真正的创造还看个人自己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你心中是有答案的，但是你没有经过点拨，你的答案出不来，所以它不代替你思考，它只是点拨你啊，这叫精神的洁身术，要靠每个人自己的悟性领悟来接受。但是一般人不习惯于这种阅读啊，特别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种阅读，他们总是希望在书里面找到现成的真理啊，书里面都有现成真理，中国古代的那些原点都是一些现成真理啊，都是现成真理，你反正你去读你去背啊，你去朗诵啊，然后你朗诵多了，你就自然就你啊就可以会心了啊，就你心里就有感悟了啊，你就觉得它确实是不可超越的啊，你反复读它，你觉得啊那是经典，那都是一些现成的真理，人们不愿意借助于书本自己去寻找真理，如果有一本书它没有提供现成的真理，它只是提供了你
去寻求真理的一种方法，一种道路，那么我们通常呢就觉得这本书不值得读，因为它没有真理啊，它没有真理啊。这个去年这个陈炼现在到了武汉大学了，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啊。前年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他就提过这样一个例子啊，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这个一次这个课堂上面啊，听一个教授啊，听中国的国内的一个教授讲啊，这个哲学啊，讲辩证法啊，陈炼是很不对辩证法很不感冒的啊，就听他讲了半天，举了很多例子啊，这个对立统一啊，这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一方面也要看到啊，这方面也有缺陷，那方面有缺陷呢、啊。陈炼就提出一个问题：你讲了半天，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你能不能指出来？那个教授说：“我指不出来。”啊，辩证法不是这样讲的，啊，不是讲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陈炼就说：“那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啊，你老师在课堂上讲，不就是要把真理告诉学生吗？啊，你讲了半天没有真理，那我何必来听你的课呢？”啊，陈炼就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当然我还是站在一个辩证法的立场上啊，我当时就给他做了这样一个回答，就是说你如果在课堂上你讲一个真理出来，结果后来事实又证明不是真理，那你不是更错吗？啊，你还不如给人一条这个寻求真理的一条道路，或者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眼光啊，这个本身更重要。但陈炼他有他的这个专业，他是学这个以美哲学的啊，逻辑分析哲学啊，他讲这一套的，这一套呢是比较这个反黑格尔的，就是说他们最讲究的是你的表达，你的表述啊，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并且呢是否言之有物，在这方面当然是一个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基本功，就是你要做哲学，这个基本功还是有的。我经常在课堂上也在实践这样一种做法，就是说每一句话它的逻辑你要搞清楚，它的意思你要搞清楚，啊，该区分开的你要区分清楚。但这不是绝对真理，这只是真理的一种前提，一种基本训练，啊，它的真正的目的呢，还是要进入到事情本身。黑格尔在《经验学》里面经常提到事情本身。什么是事情本身？事情本身是你真正要达到的那个真理啊，真正要进入到的那个事情内部，而不是在外围。分析哲学啊，现代逻辑都在外围，清除外围的一些障碍，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怎么来进入到这个核心里面，应该说有另外一种这个另外一套这个方法和道路。那么如果你只是希望在书里面找到现成的真理，那么金星现象学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啊，因为这个人是属于不受教啊，你不想别的，你只想要找到现成的真理，那你就不受教。金星现象学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教用，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心胸放宽一点，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不要紧，苏格拉底的对话很少有最后得出结论的，一般来说呢都是不了了之啊。但是你说他的对话没有价值吗？他很有价值，你读他觉得很有味。你为什么会觉得有味呢？他很有价值，他告诉你怎么思维啊，虽然没有最后得出结论，但是你可以提高你的思维层次啊。你虽然没有得到真理，但是你排除了错误，你排除了很多误解，很多低级的那些错误啊，这个是通向高级真理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读金星现象学呢，不是抱着一种被动的态度去接受某种知识，而是要主动的调动起自己全部的内心体验啊。我刚才讲你要像读小说那样，读小说你是有兴趣才去读啊，它不是功课，小说不是功课，它是有一种兴趣啊，你觉得这个人的小说
他这本书我还没读过，我对他的小说历来有好感啊，我觉得他很能够激动人心啊，这个很有热心啊，很能够打动人，于是我去读他的小说。这是你的主动的去读，当然哲学不会有这样一种主动的兴趣，但是也有兴趣啊，我们在座的对哲学都有兴趣，都不是被动的啊，都不是说别人要你读哲学，像中学生那样高中生那样啊，要你背，要你应付考试，不是的，还是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主动性，要都调动起自己全部的内心体验，遵循着黑格尔所提出的问题方向努力去开拓啊。我们刚才讲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没有一个命题是能够当真的啊，没有一个观点是可以当真的。所谓当真，就是说它是一个问题，它不能当真，也就是它是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它是有方向的啊，我把它称之为问题方向啊，带着方向的问题，问题方向，你要沿着他所提出的问题方向去努力开拓，而且在这种开拓中要有思想准备，你准备失败啊，你在相信之前就要准备失败啊。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啊，我首先怀疑我准备相信的东西啊。那么黑格尔这里呢，是我首先相信我准备怀疑的东西啊，你要首先相信，你要投入进去，然后你要预计到他可能会失败，而且呢你要期望着他的失败，你预期着他的失败，从失败中你才能吸取经验和教训，你才能够东山再起啊，你才能东山再起。这个是读这个精神现象学的一个态度啊，怀疑是追求知识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对怀疑要有另外一种解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西怀疑论的比较啊，中国的怀疑论呢导致人的无所作为，那西方怀疑论呢它是一种追求知识的过程，它就是怀疑就是为了追求知识啊，不追求知识你干嘛怀疑呢啊，不追求知识就一切都无所谓了，你怀疑不怀疑都无所谓了。所以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呢挖掘出来的一个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啊，马克思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啊，否定性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但是是否定性的辩证法，否定性的辩证法就是一种怀疑的辩证法，否定性啊，辩证的否定，消极的辩证法啊，黑格尔称之为消极的辩证法，就是否定性的辩证法啊，这是消极的辩证法，就是怀疑。这个康德已经提出来了，怀疑的作用就在于把独断论把它打碎啊，你进入到怀疑，这是一种警戒，已经进入到一种怀疑的警戒啊。这个康德在方法论部分，现在已经提到了方法论部分已经讲到了啊，把怀疑作为一种对抗或者是打破独断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啊，这就是消极辩证法啊，这种警戒就叫做辩证的警戒，也就是辩证法的警戒。但是这种辩证法呢，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通过怀疑去创新，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读精神现象学实际上就是在过一种哲学生活，我们讲要投入进去，在思想上投入，那就是一种哲学生活，或者是说是进行一种哲学实践啊，生活就是实践嘛啊，进行一种哲学实践。苏格拉底有句话讲到，未实践哲学的灵魂在离开肉身的时候不是绝对纯洁的啊，就是说你的灵魂要实践哲学啊，要进行一种哲学思维，要实际的去进行一种哲学思维，要去哲学一番啊，进行一种哲学活动啊，比如说 feeling 啊，比如说 feeling 作为动词，就是哲学一番啊，爱智慧一番啊，这个是啊，为没有实践哲学的这种灵魂
你在离开肉身的时候，在你死后，你的灵魂到天堂的时候，它不是绝对纯洁，不是绝对纯洁的，你上不了天堂的，啊，你还带有肉身的残余。其实我们读黑格尔的任何一部著作都有这种特点，都是一种哲学生活，或者是一种哲学实践，啊，都需要你自己投入。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用头立地，啊，曾经有一个时代，啊，人们用头立地，啊，当然马克思采取批判的态度，就是用头立地，我们现在要把它颠倒过来，双脚立地，啊，我们通常把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用头立地呢，完全从这个消极的方面去理解，其实它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用头立地，也就是要过一种纯粹精神的生活，纯粹哲学的生活，啊，这就是用头立地，用头脑来支配自己的肉体，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只有经过了这样一种训练，那么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来，重新用脚立地的时候，我们才会具有一种高于现实生活的眼光，啊。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用头立地，特别是这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必须要训练自己用头立地，要能够过一种纯粹精神的生活。当然，这不是象牙之塔，不是说不是人间烟火啊。我们用头立地，经过这样一种思维的训练，我们然后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的思维境界就有一个大的提高啊，才会超越前马克思或者前黑格尔的那种庸俗唯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那种水平，啊，才能够真正上升到马克思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或者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啊，才能进入到实践唯物主义水平。所以马克思的这个实践唯物主义，啊，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庸俗，啊，他是经过了黑格尔以后，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们。我们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自己称之为，啊，他在卖弄黑格尔辩证法，啊，他的第一章就是用头立地，啊，就是用头立地，用抽象来建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啊，来建立起他的《资本论》体系。所以他是经过马克思本人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训练，用头立地的训练，纯粹精神生活，纯粹的概念的思辨。所谓思辨，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概念到概念，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能力，马克思是充分具备的，所以他才能够建立起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啊，这个是马克思已经给我们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榜样。迄今为止，我觉得真正读通了黑格尔的还是马克思。啊，其他那些黑格尔专家在考据方面，在这历史方面，在这个背景方面，在资料方面，也许要远远超出马克思。但是真正把握了这个黑格尔的精神的，那还是马克思。啊，特别是对于精神现象学，马克思是认真读过的，从头至尾。啊，这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啊，他逐段分析过的，啊，一段一段分析过的。我们看这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面的那个黑格尔辩证法的和一般哲学的批判，它主要就是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把精神现象学看作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秘密啊，真正的诞生地，真正的秘密啊，这个是马克思非常重视精神现象学的。那么通过对精神现象学的分析，马克思第一个完全把握了黑格尔。当然有些细节也许不在马克思的这个视野之中，但从总的精神呢上来说，他是完全把握了黑格尔，所以他也才能够真正的超出黑格尔。后来的那些新黑格尔主义从别的方面来引申黑格尔啊，其实有很多是没读通的。至于那些批判黑格尔的人更加啊，黑格尔本人曾经预言，我的这个哲学100年以后才能有人懂，啊，没有一个人懂他的哲学。在黑格尔当时，啊，当然他不知道马克思了，啊，他死的时候马克思还很年轻，但是至少他是有这个预见，真正能够读懂精神现象学的
这个完全把握的至今还没有，所以这还是我们的一个课题，我们当代的一个课题。不要说发展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啊，当然有些发展在某些方面啊，比如说嘎德梅尔的解释学啊，在某些方面有发展有进展啊，但是全面的来说，透彻的来发展黑格尔，来把握黑格尔，至今还是一个课题。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课题啊，为什么他的哲学至今还有魅力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对于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经验学，我们是不能小看的。好，这个序论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呢，也不能够进入到，本来还打算有点读一点，我们先要么留点时间给大家提点问题啊。这个版本啊，我还是讲一讲这个我用的版本呢，主要是贺林和王九新的这个经济现象学啊。现在呢，这个书呢买不到呢，是不是采取这种办法？你先把前面几十页复印一下，前面二十多页，我们一个学期也就是二十多页三十多页，把前面几十页复印一下，暂时用着。这个书终究要出的。这个商务印书馆的这一套嘛，汉译学术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间是要再出的，再出了以后大家再去买，然后随便找哪个的借一下，复印一下前面一部分就做我们的这个材料。这个本子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去年出的，前年2007年八月第一版大前年了，出了这个三本，上中下三本，这是英汉对照全一本，英汉对照全一本，里面的译文基本上还是贺林和王九新先生他们的译文，做了一些改动但这改动呢是根据英译本来改动的，所以不是很可信。也可以对照着看，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话呢，它对照着看呢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但是我基本上不用这个，只做参考。如果大家在底下读这个英汉对照本有什么疑问的话，倒是可以在课堂上提出来，就是说检查一下它的这个德文原文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句子怎么样写的可以引起一些讨论。德文本呢，我是用的这个，我是复印的一个呢，是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何卫平教授从德国回来，去年他在德国一年，从德国回来，他这个买了一本这个袖珍本苏俄坎普的这个版本，就是哈森布口袋书。这个德国除了长期以来有这个传统，几十年了，就出那种口袋书，很小一本的。它这个经济现象学呢，不是很小，也就是小三十二开的那样的，有这么厚一本，排得非常的密。我把它复印下来了，复印下来呢，这个是比较新的版本，1986年的版本。原来的那个我用的那个纪念版，就克洛克纳本的那个纪念版呢是1960年版的，这个是1986年版的，也是根据克拉克拉本来的。但是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把这个一版和二版里面的一些改动呢，都在底下的注释里面注出来了。第一版和第二版有一些变化，就是黑格尔，很多是黑格尔自己改的，把它注出来了，可以做参考。所以我们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中译本中译本呢，我根据德文本呢有一些修改大体上还是他这个，但是有一些修改这修改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移民的统一。
他的原来的这个翻译是很不错的，我们刚才讲的，但是他也有一个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当时也是不必那样去要求的，因为刚刚接他进来嘛。有不什么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他往往有一个词在德文里面是一个词，但是在中文里面呢，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不同的词，就是他没有一种术语的意识。我们今天这个对德国哲学的研究到今天已经有了比较强的，比那个时候要强得多的一种术语的意识，就是说黑格尔用一个词啊，你要考虑到他在他的逻辑环节上面，比如说他的逻辑学里面这个词是里面的一个范畴啊，在经验学里面的一个词，当然他这个词本来它有日常的意义，比如说 Dasein 这个词， Dasein 这个词你可以翻成生活啊，存在、死在啊，这个定在啊，黑格尔逻辑学里面有时翻成定在，有时翻成现有啊，在就是有嘛，有时翻成现有啊，有时翻成定在。那么你就要高度注意，就是黑格尔在经济现象学里面，虽然他不是谈的逻辑学，但是他里头已经引入了逻辑学的范畴，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是在什么意义上来用的。如果是在日常意义上用的，你翻译成生活很通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他的这个范畴的原样。所以我呢经常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把它改成定在，定在就不通俗了啊，我们人类过去的定在啊，它翻译成我们人类过去的生活那很通俗，我们翻译成人类过去的定在就不通俗。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提醒你这个地方有一个范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动。不光是这个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啊，我力图保持它的这个在德文里面的那种术语感，这是一个术语，虽然它本来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用语啊，大概这个词在日常的德语里面经常用啊，老百姓也讲，它绝对没有海德格尔的意思，也没有黑格尔的意思啊，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翻译的时候，你不能太老百姓化了啊，你还是要顾及到它将来遇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可以连贯起来看啊，它其实早就已经在讲这个范畴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改。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大概有些句子呢是从音译本译过来的，后来这个王九新当时学德语的，他一看这个地方也可以就没有改，可能是这样而我呢是对他德文本把这些都改过来了，凡是根据音译本而德文本里面没有的我都把它去掉，要严格按照德文本啊，我们不能再借助音译本作为中介啊，我们要直接这个从德文本翻啊，从德文本翻出来，我们从德文本翻出来的中译本应该跟英译本有平等的地位，你可以比较啊，哪个对哪个错啊，哪个好哪个坏，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我们不能够完全借助于英译本啊，那你就有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了，你从英译本转过来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是完全从德文本来讲啊，可能等我们这个课程完了以后呢，我可能要出一个我翻译的经先学啊，可能是有所不同的，这是首先跟大家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我们会以这个德文本作为这个根据啊，以这个德文本作为根据。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提？跟经验学这个在斯科特德的那个现象运动中间，但法国现象运动把这个已经纳到现象学运动里面去了，但是很多是胡塞尔本人对黑格尔的这个偏见非常深，他说这个黑格尔思想是这个人类精神堕落的最典型的这个特征，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经验学这个方法，因为严格从笛卡尔到康德到胡塞尔都是从自我意识自明性的这条角度出发的，黑格尔的确是在小罗这边从绝的精神纯存在出发，就经验学这个他这个方法，他的基本方法，那当然更大的在反复在强调这个他的这个逻辑的经验学的那疑之性，但造成人们这么大的误解，他是不是这个经验学他开始的这个演习方法和他后来的这个
这个逻辑的基本研究方法中间存在一定的这个差异性，这就导致后来对整体运动，对黑格尔的这么，就是邓老师，我说研究这个东西，的确是我感觉到他这个和这个现象学之间有很大的亲和力，就这个问题，邓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差异的，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逻辑学它是从罗格斯，从逻辑理性出发的，而精神现象学呢是从人类意识经验它的精神现象出发的，它有两个出发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精神现象学呢更加强调的是人的意识这样一种能动性，这样一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这样一个历程，而逻辑学呢更加强调这个逻辑概念本身相互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转化，他这个诺斯精神是隐藏的，在逻辑学里面是隐藏的，它表面上是一种逻辑概念上的推理，就是说它出现了矛盾，像康德讲的出现了二律背反，你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进到更高一个层次。从开端来说呢，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都有开端。我们下一次课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精神现象学的这个序言。精神现象学序言呢，一开始就讲开端的问题。一部哲学著作应该从什么样的地方开始？啊，他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逻辑学里面也开始，小逻辑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逻辑学以什么为开端？有一章专门讲逻辑学以什么为开端，但是这两个开端不一样。逻辑学以什么为开端呢？它是分析这个逻辑概念以什么为开端，比如说以开端为开端，这在逻辑上最原则成立，符合同一律你要写一部逻辑学的开端，那么第一个概念就是开端，这个概念以开端为开端行不行？经过他的这个概念分析，他认为以开端为开端不行，因为开端本身是一个变异的概念，而变异的概念已经以存在和非存在作为前提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必须以开端这个概念为开端，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开端前面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理解开端你就必须理解变异，你要理解变异，你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什么是产生，什么是消灭。所谓变异就产生消灭嘛，那么你还得以有和无作为开端，这个然后分析它的自我意识，因为你讲逻辑学，你首先是一种自我意识，能不能以自我意识为开端？他认为那更不行，自我意识还有更多的条件，我在，他还是以有为开端，以在为开端，所以最后呢落实到要以存在为开端，以有为开端，这是一种概念的分析。但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里面呢，它就不是这种分析它往往是经过一种对比呢，跟一般的比如说解剖学，跟解剖学加以对比，那么解剖学它所谈的其实还不是事情本身什么是事情本身它有它的一套分析，我们下一堂课要讲到最后事情本身它涉及到我们当今的时代，精神现象涉及到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今天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这个意识到了发展的今天，就像一次这个十月怀胎，像一次日出一下子就中断了过去的这个静静的这样一个过程跃升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说它从时代的开端讲起，时代性的开端。我像邓老师这次研究工作扭转我们一般对黑格尔的一个偏见看法就是他只是逻辑学的那种泛逻辑主义的那个不照顾到精神意识的直观层面的因为整个后来反黑格尔都是从这个角度反我希望邓老师这个研究能够导致就是能够这个精神现象学的确是和现象学是可以很内在的挂上钩钩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做得很但是学术上的意义就是会非常重大。对，实际上胡塞尔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认真读过精神现象学，他也从来不引证它逻辑学更加不用，
更加不用说，他根本他从数学逻辑评价黑格尔，对，基本上没读过。他从数学逻辑来考虑逻辑问题，那跟黑格尔完全不是一路。所以他可能这个咒骂黑格尔，他泛泛而谈。相反，他的这些学生后继者都很重视黑格尔，现代学运动都非常重视黑格尔。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很多现代学的这个要素。我肯定在讲的过程中间会从这个角度来展开一些想法。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这个精神现代学这么多年进不去，恐怕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当历史来读，或者把它当一种抽象的这个逻辑概念范畴，一种准范畴来读，这个都不对的。应该还是从精神现象这个角度来读，从现象学这个角度来读。这个建议啊，邓老师，因为我看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那个研究生啊也没这么多，尤其是经过外资的更少，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个讲的时候可能还要照顾面要宽一些，可能我估计有其他系的学生，没关系，就是有些非哲学专业的，估计比如说他因为哲学史就哲学原来涉及到很多概念的梳理，可能到时候我估计可能更费劲一些，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对照文本，凡是想读精神现象学的，或者是敢去读精神现象学的人，他都不会畏难的。因为我总比黑格尔讲的通俗一些。因为我是严格按照句读嘛，就是一句一句的解释，这个应该不需要很高深的哲学知识，都是能够。当然体会各有不同啊，有的人收获可能大一些，有的人收获可能小一些，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可能要薄一些，可能他的基础要薄一些弱一些，那都不要紧。反正如果想要读精神现象学的，上我这个课绝对是有好处的，我把我的理解，你就算不同意我的理解也有好处，我把我的理解能够拿出来，至少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讨论的平台，这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可以，11:30了，张老师。今天差不多了吧？今天就到这儿吧。